他来这里第一次做报告，大概就一个月左右的干部开大会，第一次做报告就提出来，你当官不要想发财，发财就不要在这里当官，啊，群长的鱼不可兼得。1988年，他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经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的问题。干部有私房、住公房，群众意见比较大。1989年以来，市委习书记刚到宁德没多久，就在市委有个领导一起到九个县。调查研究，包括一些乡村、一些企业、一些学校、一些机关，总共调查研究一个月时间，他听到的东西很多，其中就有群众抗议的干部乱建立建房问题。就最突出的就是机关干部里面，有些做乱建房的苗头都不能买地呀、砍不拆呀、拿山拆呀，这个多少都会影响到群众。群众要一包两包水泥都买不到，你能够拿这么多指标就建房，那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反应比较强烈，议论也比较多，所以习书记下决心就把这个清房问题作为前政腐败的头目来做，亲自做。今年4月以来，宁德地委行署抓紧开展对干部在工作所在地有私房又占住公房的清理清退工作。到9月19号，全区已清退出公房1917户，相当于盖50套为一幢的宿舍楼40座。市文明办干部张志坚同志长期住不上公房，这次分配到新房，高兴地告诉记者说，他工作了20几年了，长期租用民房。今年市委市府的清房工作的确是真干，不然像他那样的干部，不知何时才能住进公房。涉及到多少人？几千人吧，可是涉及到这么多人，几千人，到底动还是不动，自己心里有没有掂量？我就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我说你觉得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大，是不是一个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说是，我们将近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2-3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2-3千人，啊，我说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啊，开工没有回头箭。习书记当时就讲，想叫我们引进，要紧紧盯住，全市400多名处级干部的问题。那不行啊，因为你地方、你的地区怎么群啊？你干部不连接，那后面抽起来。脱贫致富之后要谁来搞了？就搞不起来，老百姓不信任，人家不去干嘛。我干了很多，最后把你们干部吃掉啊。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心态，我就不把你这种的牙给你摘掉，再来长起来，明天变成毒瘤，那就很难办了。事后就是这些被处理的这些干部还恨你吗？对我没意见，这个而且这个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哎，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哎，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就是在那讲一个公道嘛，啊，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